家下午好呀，今天我们来到 SOHO 来吃我们的午餐。今天我们来到 Jordan 香港茶餐厅来吃我们的午餐啦。哇，里面有蛮多东西吃的，不知道选哪一个呢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点的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然后我刚刚已经和妈妈吃完那个 Jordan 香港茶餐厅了，然后还蛮不错吃的，就是有点小贵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吃起来差不多要65到70块马币。然后我们等了蛮久的，因为它新开的，所以我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我们才进去吃。然后我现在回家了，然后现在刚刚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我打算做一下 cinnamon roll， 就是那个 recipe 我是参考那个 Laura Vitali 的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做吧。大家，我已经准备好那个 cinnamon roll 那个面包的那个需要的材料，然后这个是牛奶，然后这个是细砂糖，然后这个是 melted unsalted butter， 然后 vanilla extract， 还有这个是我的那个酵母 yeast， 然后还有这个 all purpose flour， 还有鸡蛋，然后就可以做那个面皮了。现在把全部东西倒进搅拌机里搅拌。搅拌机在很努力的工作。这个面团已经弄好了，然后现在要等它发酵2个小时，然后在这个碗上我也涂了一些油，然后现在等它发酵2个小时吧。天气太热了，来杯饮料。现在是看戏时间，在选择要看哪一个戏好呢？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然后我这个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然后现在来铺平它，然后放一些 cinnamon 那些东西下去，然后已经准备好了材料，然后有细砂糖，然后这个是 brown sugar cinnamon， 还有一些 butter。现在把面团按平，然后铺平。现在涂 butter， 涂完过后就撒上这些 cinnamon 和 brown sugar。现在撒完了就开始卷啊卷，卷啊卷。现在把它们切成一块块。好啦，我的 cinnamon roll 已经切好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发酵第二轮，然后要等1个小时半，然后待会再见他们吧，给他们发得胖胖的。
故事的美吗？美吗？这本是我的那个 recipe， 是我抄下来的。我觉得，写在书上会更方便过在电话看。如果我已经清楚写了，用我自己的语言。然后之前还有做过，basket bun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chocolate cake 啊，还有banana cake。现在已经是6:53，差不多要7点了。然后我现在去冲凉，然后去我阿姨家拿我们的晚餐了。我已经从阿姨家拿了我的晚餐。今天我妈妈没和我一起吃，因为她跟她朋友一起出去吃饭，所以今天我一个人吃，就是糯米鸡和一个鱼蛋。我阿姨切了西瓜给我吃，所以现在吃点西瓜水果。很甜。1.5小时已经过了，然后现在我准备放进烤箱。放烤箱前我就放一点 melted butter 在上面，给它更香一点。新的一天啦，我们今天来到 STG 来吃我们的午餐。同样的，今天这里也有很多东西吃。吃完我们的午餐了，然后现在回到家，然后现在外面下了大大很大的雨，然后我今天是星期日就在家里都是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现在刚吃饱休息一下，也没有什么行程，我就待在家里吧。不知不觉又来到晚餐的时间了，我们今天来到彩虹街这里吃我们的晚餐。好啦，这个视频会在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